小狗的身份证，这个比较粗，这么粗啊？嗯，这么乖，嗯、么乖好乖呀，小狗你好乖。嗯、不对不对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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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真乖、啊、真乖，小狗啊啊，是谁呀？小猫咪啊，好可爱呀，它脸是白粉的。我的天哪，你看它两个腮红呢，我的天，但我感觉它不是很怕人哎。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你什么事儿？嗯，刘姨，嗯，喜欢不？人家是小男孩，不是小妹妹。走，走开。这狗怎么回事啊？你闻两屁股。小麦，躲在这里干嘛呀？嗯嗯嗯。嗯，舒服。他的那个完美鸡蛋饼，我现在要翻面了。嘿嘿嘿，嘿，哎呀，失败。我们刚点了粉红汉堡，然后给六一又买了一个小饼干，里面还挺多的呢，有三大块。馋死了吧，小狗狗，想吃吗？这还挺香的，感觉都是那种谷物，吃吧，吃吧，真乖。嗯，小狗狗过商场啦，开心狗狗。我们喝咖啡，小六一喝水，是他的。现在带六一去看医生，就他眉毛那块是不是受伤吗？然后一直没有完全长好，然后今天打算再过来复查一下，看他能不能把那个头套给摘掉了。对，今天表情好开心啊，这么开心你，嗯。咦，还要戴头套？嗯，这怎么又抖又开心的样子呢？又害怕又开心。好老啊，怎么长那么长老？明天就要回宁波了嘛，就这次早一点回去，因为疫情啊什么的，就怕到时候拖得太晚，所以这次就早点回家准备过年这样子。把准备送给陈杰的礼物装了一下，对，因为他是正月初二生日，就提前了大概18天，每年他的生日礼物都是提前给他的，结果去年的时候呢就忘记在当天祝他生日快乐，因为过年嘛，当时疫情啊什么也挺严重的，就真的搞忘了。然后这袋是礼物，这个袋子还挺可爱的，买了挺久了的，之前要用来着又忘记，然后这次就给他用上啦，是超级植物公司的，他家的东西都还挺可爱的。耳朵都红了呀，怎么回事啊这个姐？我就是倒着。对，坐在自己的窝上呀，我们也回家喽。巨多的东西，刘姨，走啦，走啦，你在里面干嘛？边缘试探。刚上来加了一个朝天啾啾，我因为想说待会儿要看 BLACKPINK 的现场演唱会嘛，稍微把自己整理了一下，就把头发梳了一下，然后我整个人就是蓬头垢面，头发乱糟糟的，好几天没有洗了。本来昨晚上睡前还想说要不要今天仪式感一点化个妆的，但是这对本宅家女孩来说太难了，大概还有15分钟这样子，嘿嘿，开心开心开心。Let's kill some love. Ooh, Jenny, 好卡。Ooh.
哇，沙沙瓦 candy 还有舞台呢，沙沙瓦 candy， 呜、哦，他们第一次有这个舞台。造型啊！呜、哦，这么中国风啊！哇、哦，这 rap 也改了。Rapping，Rapping，Rapping。奶茶到了。哦，杰尼好辣！哇，太辣了，太辣了！不知道应该也是大舞台。雷一，你也在这里看演唱会啊？雷一啊，啊啊，这么可爱，저희블랙핑크랑또블링크의뭔가관계를우리가너무이뻐요어떤분은막삑삑삑소리날수있게끔이렇게해놓거든요我就没有粉锤，我只有大骨头。哇，这个造型最好看了，你看，今天这个造型最好看。哇！谢谢你，哇，一不打。지금까지지수제니제니로제블랙핑크였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안녕是化了半个妆的一天啊，脸又超级肿。今天我现在这里等朋友，今天准备出去玩一下，然后晚上可能去民宿啊什么，自己做个饭之类的。嗯，我们又来吃烤肉啦，好饿啊！我跟他们一起每天都是吃韩料。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hite oak. 就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好扁啊，这个。啊，这样，这样好怎样？对，等着熟了。应该是等等这边这样子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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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辣椒了这个姐好吃吗好多水啊这个大肠好奇怪大肠很小蠕动的你要说这是牛大肠呢好不得样啊这个好哇这个感觉很好吃这个哇文化冲击对等它烤的再少一点好油啊这块Feel it do on your skin, that is how 描述一下可以一直嚼过去啊嚼不动你嚼完了吗别挑了快尝一下快点快点啊尝一下尝一下好的好吃吗什么
那你待会不要吃第二块啊，不要偷偷第二吃第二块。来逛一下山姆，给我买个这个。觉得呢？分数高哎！那我再来一次。这个好难啊！这个好难啊！他见过吗？玛莎拉蒂的滑板车。漂移。天哪，太多人了！这些人好像全都在排那个提拉米苏的厅。我们没有买到提拉米苏，别人的推车里面都两个、三个。我本来不想吃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没有买到就特别想吃。待会要点个外卖。对的，像面包一样。在看搞笑一家人，刘文基女士。我们在山姆买的这箱芝士拉面，准备去补下，刚拿三包出来。它这个午餐肉，小心，你离远一点。我要远离你。我靠，连这都不会来。这一直在放煤气哎。不行不行。fighting。哦呦。刚好带呀、啊，吓死我！我们现在要煎午餐肉。好的。煎什么？还没切呢。怎么煎？哦，哇，这个门子一开，太搞笑了！我说这个东西需要激励，你知道吗？一个人爱。你看这个煤气灶太搞笑了，有一个坏了，然后就得一直手按着它才不会跳掉，不然就没有火了。小小现在一直按着，那你我服了，给我换一下快！好痛啊！哎，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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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手了，别慌，油也没有，绝了，还不如去我家呢。哎呀，刚才吃了。直接翻车！点点点，啊，不要用盘子盛吗？不要吧，直接就是锅吧，要不？对呀，不然又要多洗一个东西。哇，这个好棒！哇，关火。哦，不错不错不错，就刚刚沸腾的时候比较好看，对不对？是啊。哎呀，那怎么办？对呀，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看起来还行。还点了炸鸡，还有臭臭。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开始吃了。我的天哪，找了一晚上的功夫。这个还是那个炸鸡的那个纸板，太搞笑了。怎么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啊？吃的好优雅呀。好吃吗？吃还是好吃的。太惨了吧，好寂寞呀我们。啊，这放不上来。但是也没心情看，我觉得有点。我在想，要我喝汤不要用奶茶的吸管吧。不是，那纸吸管也不行啊。你好搞笑。太绝了，我们投屏都投不上去了，现在空调都还不是，都还是坏的。哦耶耶，太棒了！你把午餐肉放这边，给个封面，看有没有封面可以剪。你这里还挂着一个面。你搞着我的脸，你要挡我的脸啊！
在这儿应该已经上头了。站在里面，因为他是不是在地里面站着？这个姐已经睡着了，埋在被子里。出来玩还带着电脑催人泪下，看看这个美女谁呀？嗯，再看看现在的我。啊，溜溜来啦，溜溜，刘一，乖乖，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们跟刘一会合啦！今天天气好好。带小狗狗出去玩。那肯定要被他凶的。我们他胆子也很小。把小哥哥送来玩好开心哦。点了个茶，蜜桃气泡水也挺好喝的。这个是啊，焦糖松饼，看起来很不错呢。就是你想吃。就自己吹到旁边。唯一。就你们小舅。小狗给香死了。下一秒就来了，然后他们都会说再做了再做了，其实还没有。那不就是我吗？还没出来就说，刚出门说在路上了，马上到了。好可爱哟！走。哦，完蛋了，我说话了。你看又怎么了吗？哎呀！今天天气超级好的，然后准备带六一去东钱湖那边玩一下。还带了我的墨镜，好不好？对，我在想这个。喝水，喝水，喝水啊！喝水，喝水，舔嘴巴啦，想喝啦！哎呀，好漂亮呀，小哥哥，喝吧。也没有很好看。下去，刘，哦，阿乌，哇，这边好漂亮哦，这个景。远远的都吓住了，小狗碰到狗朋友了。小狗不敢动，哇，哎，那边底下的狗开始叫了都。嗯，哇，那边好漂亮啊。好开心的小狗哦。哎呀。走两得多位一点。
人超多，都是我爸烧的。嗯，这个小狗已经睡晕了。过年啦，小狗。溜溜，爷爷。啊！我们在狂点这个，全是祝福呀，怎么回事呀？你外面放鞭炮害怕啊，小狗？嗯，眼睛还盯着那份三文鱼呢。今天吃顿好的呀，都不吃啊。我的在我怀里疯狂的抖，真的小狗吓死了！我的天哪，不怕不怕，不怕，吓不到你了，小狗。不抖了，不抖了。好可爱呀、啊，好可爱，你小狗的样子。爷，这个床底怎么还会生小狗哟？嗯，乐一吓得呀，被这个烟花吓得不敢出来睡觉了，躲在床底。过年在床底睡觉啊，小狗。我听不懂，我听不懂，你想干嘛？想出去玩啊？嗯，你有多想出去玩呢？看下楼啊！啊，好可爱呀！走，走吧，出去玩，走，哎呀，开心呀！走。我们出来遛狗拿快递，车库请取走。又拿了一箱快递。美女，一群根本不懂彩票的人，每个人买一张。有啊有啊，六十七哦，20块，哇，中了20呢！你再买一张呗。马上就1000万了啊！45、54，哎呀！太紧张了。这点小钱，对老板说算啥？没亏。可以啊。10块钱，我买到了一份快乐，50块。哦，连上来了呢。